请欣赏相声《栓娃娃》，表演者孟鹤堂、何九华，掌声有请。感谢大伙儿啊！张赫伯，感谢大伙儿啊！这么爱张赫伯啊！刚才两位老师说的挺好啊，一个新的节目啊，叫《爱情宝典》啊，爱情宝剑，下去休息休息啊。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，是上台来了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孟鹤堂啊。好。名气非常的小啊，只不过就是在大街上没有人认识而已。都叫张浩文。这位老师呢，是我今天的搭档啊，他叫何九华。好。大哥，我发现你是砸场的了，谁不在你喊谁。对啊，今天为什么是跟大华一块演的？嗯，因为九良啊，他那个有点特殊情况啊。能说能说能说吗？试试吧，你俩互相问啊。能说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啊。能说。九良前段时间呢，谈恋爱。啊，不是，换一个别的理由啊。九良啊，前段时间那个他爸谈恋爱。哦，你是他爸。九良前段时间确实出现点那个啊，就是不太好的事儿。身体上出现了点意外啊。也没那么严重吧。嗯、啊、滑雪吧。对，太正啊，滑雪去了。对，滑雪去，然后摔一跟头。啊、就是摔了一跟头，然后怎么说呢，到现在没找到头呢。大家搜救犬正在努力的工作。对对对啊，伤着伤着了，滑雪的时候拧了一下，然后拧完之后从那个大坡上，他滑那个 U 型槽，你知道吗？嚯、哦、U 型槽这样的，他从这儿滑下去，然后这儿360翻跟头，然后下来这么翻，然后那个他想参加下一届冬奥会，这不活作吗？他连推坡还都不会呢。从这儿下去之后，那个这翻完跟头下来啊，之后脸着的地，脸着的地呢，然后所以说那他这个带着一镜子啊，对，带个滑雪镜子，滑带一个滑雪镜，嗯，然后这个镜子呢，脸着地，这镜子直接镶脑子里了。一看就不是那个周九良的粉丝，你看他那肯定多遭恨啊！哎呀，我们俩乐半天。知道这事儿我高兴坏啊！他就然后他这个眼睛啊，稍微有点充血，当时呢是那种那个昏迷状态，晕厥了，晕厥了。他下来之后，他那个他说下一幕可能就是在那个救护车上，啊，反正摔得比较严重吧。甭管是不是真的，反正解恨了。咱就是滑雪拧了一下，滑雪伤着了，伤了。正好跳起来的时候啊，雪季结束了。太好了。在地上待时间太长了，地上没有雪了。啊、哎。雪季结束了。最近确实身体不佳，然后休息休息。嗯，那天我说那个我给九良打电话，我说咱那个演两场啊。对。啊，演两场正好回北京，然后说那个不行，你跟大华演两场，我这不行了。我一看视频，确实那眼睛他就还有点红，确实摔了一下，但是没我说那么严重啊。没有，我说那个纯属解恨。他过瘾来了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俩搭档临时跟这个叫。那我就别问主持人 啊，何九华何老师的搭档真是心情非常舒畅，我也非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俩也算是半个老搭档。怎么还半个老？你看，哎，这个周九良一出事儿就他替，是不是？那可不嘛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周九良出事儿的时候我不开心？
人秦霄贤人出去干嘛去？人出去录节目，人拍电影，拍电视剧，对不对？把他一日扔家，他寡妇失业的，跟家没什么事儿。因为像我们这边小朋友们啊，谁没搭档了就救活他。哎，啊，他呢就跟那个要饭的似的，就跟家哪哥哥救救我，你看在家闲着呢。哎，都谢谢哥哥们啊，是没事带他演演。其实人家不愁这个。啊，说非得挣这仨瓜俩枣这上台，我们这小剧场演出挣不了多少钱，啊，也还行。那这对于他来说也还行，对于您来说呢？啊，对于我来说也行，这对于老秦来说差点意思。啊，他不是因为钱不来。还往回扯着说呢？那可不嘛，还在这个公司。所以说老秦经常不演，我们呢有的时候没事演一演。老秦人开箱人来了，对，那是演两场赚好几万走，对不对？都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那个队长补助我给他了？哦，要是他不来呀？哦，人家何九华，人家就不止这个，不给我也来了。说一场说给个仨瓜俩枣的，你没有多少钱？我们这一场节目多少钱？你看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工资多少钱了，大概其在150左右。这一场演出，你看，你还不一真的一百，我们俩人就挣这两张票钱，一张二百八呢，这么贵啊？你们钱烧的呀？是你吗？我上峰说你把钱给我，你看看我得，还省着上这说相声了，对不对？行，这是150，150啊？哦。150，好，这主动申请了150是吧？不是前年150，人家差不多吧，几百块钱。人家何老师，人家一场演出，人家跟我你50吧，捧哏的嘛，还得稍微少点，按台词量分钱啊，再加上又不是底，又不是队长，哎，对吧？稍微少点50块钱，那怎么办？人在乎这，不在乎50。对不对？50块钱可不没人在乎。那你以为50块钱少呢？50块钱能干什么呀？50块钱最起码你现在上超市，啊，对不对？我看您要使什么包袱。我不使了，兄弟。50块钱上超市怎么了？给他戳穿了。50块钱以前叫钱。对，以前叫钱，现在也叫钱。现在你最起码你吃碗拉面够了吧？我在这楼下吃碗拉面够了吧？这楼下吃碗拉面不，这楼下吃碗拉面都不够了，不够，不够，五十八，一碗50，50，这是三里屯儿，你以为在阿城呢？还阿城还是个县级市呢，这还是个屯儿。你知道它前面有一个台词叫北京市吗？一碗拉面58，啊。那你跟家吃完再来好吗？你以为呢？是吧？现在连车都不敢开，知道吗？要今天一天白干，我跟你说，那可不，停车费都不够啊。所以说人家不在乎这点钱呢，人家跟家吃什么？吃那海鲜面，对不对？海鲜面方便面，不是那三鲜一面啊？哦，不是三鲜一面，人弄完那个康师傅，不一样吗？啊，康师，你看那纸碗里边儿丰富着呢，对不对？有那海参。大海参，那怎么了？人不是那里边带的，你现在买不着。我就是想拿那纸碗儿，对，拿那纸碗儿泡上面，然后里边加一根大海参，一根大海参。你再给我比动比动那纸碗儿，这不叫搁里头，这叫搭上头。不是，这是捋进去。你这个想法真是憨憨呀。大海参，这是卤面，哎，里边不放海参，然后呢，从碗里做那汤。放海参呢，就是大人参，这么大根，大人参卤进去，双管齐下，嚯，跟绿植似的，是吧？往这个方便面，跟这啃着二参，二参，大补，您家里有钱，一根海参多少钱？那可不吗？你吃过吗？吃过这么大海参吗？没有，咱吃过，那基本上压根就这么大。对不对？对呀，啊，泡发了也就这么大，多余比没差什么呀。这小海参那个泡发了这么大吗？对，我那也是这么大泡的吗？你那泡了这么大泡的啊？然后呢？泡发了这么大啊？好的。
再泡半个月跟这肚子一边大，是吧？人家里他有钱，嗯，不是说他有钱，家里边有钱，他爸爸有钱，之前有，人家是少爷样子，老北京啊，少爷样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老北京？我是老北京，老北京住哪儿？就这是附近嘛。这附近，你别听是三里屯儿啊，那怎么是个屯儿面呀？这地方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寸土寸金呢。啊，就住这附近，嗯，家里太趁钱了。哦，好家伙的，哎呦我天哪！你怎么了你？住这儿也谈不上少爷，样子是挺样子的。倒是，人确实是少爷，家里边趁钱。啊，你看咱就说，每天。来上班来，人家都开什么车呀？这么近我不走的。你这么近走着没身份。啊，就为卖个身份。对呀、啊，人开那车都是好车。什么车、啊？人有的那个少爷开迈凯伦的，对不对？哪个少爷开迈凯伦啊？有的不是那少爷。那少爷开对是。啊。嗯、是不是开迈凯伦？对不对？让人发现了。啊，还有那个少爷是开那个马丁的是吧？啊。啊。啊啊人家不去，人家不去，人家开什么呀？摩拜。没有。哎，这词你怎么想起来的？这是。突然间想起来。现都没人扫这车，知道吗？摩拜那叫开呀。怎么了？灯。人家摩拜那太棒了，这叫环保，知道吗？绿色出行。人家里都有好车，家里好人不开，都跟地库存着。加不起油啊！不是加不起，人有钱，你还加不起油吗？哦、有钱就跟地库存。什么好车？什么车？法拉利。有没有？家里是不是有一台？有，跟迈凯伦相媲美。是、啊。法拉利。嗯布加迪威龙。嗯。有没有？行。布加尼。有没有？布加尼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这车？知道。布加尼。欧陆。有没有？有。有啊。有。有吧。快了，彪马有没有？悍马、彪马不是穿脚底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一个豹吗？一个豹，捷豹啊？对，有没有？啊，有，有没有？有。Ferrari， 你换一英文我就听出来了。有没有？不还是法拉利吗？就是 Ferrari， 全是好车。搁哪儿车？车都搁哪儿？搁哪儿？搁哪儿？搁车库吗？搁车库，车库小了。车库小了。车库小了。放哪儿啊？哎，啊，卧室。卧室一拉抽屉，哇，全是好车。模型吗？小法拉利。法拉利。法拉利。还得推着走啊，连那回忆那一下都没有是吧？人这。下边停什么车，抽屉里有什么车模型啊？家里太趁钱了，一比家里有什么，弄一模型。对，弄一模型。哦，家里太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家在北京来说，嗯，有一四合院在这附近。哇哦！这附近你了解不了解呀、啊？你了解不了解？我问你们家哪儿的啊？二城的。他说这附近没有四合院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你没见过？节目里有，那四合院我跟你说，你就住这儿啊？哦，好，住这儿三里屯啊。散场他不走。哦，你是工作人员。大精神，太大了。嗯，那四合院，在北京城来说，独一份儿。那可不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占地960万平方公里。啊，财不外露的时候不能这么说。占地960万平方公里，够大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了？太大了。是太大了。大不大？就有点国土面积。他平时就是流浪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信着走呗，是吧？全是他们家，兔子回家。哦，院里两条高速公路，两条高速公路，一条叫富宝高速，嗯，还有一条叫母猪高速，是什么高速路啊？这是什么叫富宝高速呢？啊，就是他父亲到保姆那屋的高速，那条呢？
母厨告诉我什么呀？危险啊！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？不是厨子到你妈那屋。好，我妈挺被动。我你爸比较主动。那是。厨子不闲着呀。就是有高速，有两条高速公路在院儿，多大呀？太棒了。哦，人家里边人家坐着房躺着地，咱就说人家那屋里边那装饰，嗯，哎，灯，纯金的，金的，大金灯，大金灯，憨不憨？什么亮不亮？什么叫憨不憨啊？我爸成形容词就这样，憨不憨？是一个傻憨憨。哎，憨不憨？大灯，大金灯，大金灯，哎，人家家里边那几根柱子，大金柱子。憨憨，哎，那柱子憨嘞，大金床，大金床，哎，咱就说那床垛子啊，哦，床垛子，问什么叫床垛子？咱就说那床垛子啊，什么叫床垛子？学自己不能解释，床边上那垛子，那床垛子跟没解释一样吗？有这么憨？床多憨啊！正常一米八呀。哦，我以为跟海参泡面的关系。一米八乘五十啊。乘五十啊。大床，然后床垛子呢？床垛子这么憨，这真憨。憨俩大床垛子，然后中间这么一长条。哦。他单身的。啊。他单身的。上下铺，哎。但凡来女朋友来住下铺，哎，俩人聊完之后分着睡，对，是吧？纯情一点，睡觉的时候不要互相打扰，哇哦，不要互相打扰，对，我怕吵着我妈，因为厨子要来，大金床，大金床，大金床，好啊，这么窄大金床，嗯，大金褥子，金褥子，金丝的褥子，您见过吗？没有金褥子，金被子，沉什么呀？不压他，不压他，不他那不是盖，他那什么呀？他那个金板已经砸出形来了，就是我不能胖了是吧？砸出形了，他躺着之后呢，有保姆给他盖被子，啊、就像那个抽屉，你见过吗？那不叫太平间吗？这是。上下铺啊，上下铺，俩抽屉。你女朋友躺上边，有事儿了呢，她敲什么窗？哎，叫保姆把这盖儿给我打开。好，保姆从我爸那屋再出来。哎，就这么有钱，就是有钱。马桶，咱说上厕所那马桶纯金的，纯金的，谁见过金马桶？多有钱呢，金马桶。那可不尿尿看不出来都。真尿尿，上完厕所天天早上起来。叼着烟在马桶那坐着，哎，解大手，解完大手一回头，啊，完了吗？看不出来，我看看啊，这叫看看呀，嗯，完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你看，人家就家里都趁钱呢，趁钱注意点卫生啊，别往我这蹭。上厕所那擦屁股纸纯金的。纸是金的，纸，哎，咱不是一般的卷纸啊，不是那卷纸，擦完就扔了，那太败家了，太浪费了。再有钱不能这么造，那对不对？他那纸啊是循环利用的，循环利用，擦屁股纸。对，它不是纸啊，它是一个小金板儿，金片，哎，这么大一金板儿啊，他拿去刮，你再给我刮一个，他拿着刮。你不能四面都刮，这边也得有一拿手的地方，啊，多新鲜！这边他刮，这边他女朋友，这边他爸，呵，好家伙，这边不能刮，这边刮没地儿拿了。那对了，我妈以后上厕所怎么办呀？你妈跟厨子单有一个，嘿，好，他们倒不浪费。哎，家里就这么有钱，也没有这么糟。但是话又说回来啊，再有钱也有缺点。有钱有他们家占一什么呀？嗯，占一财齐人不齐。什么叫人不齐呀？怎么叫财齐人不齐呢？啊，他爸爸这么多年呢，嗯，没儿子。是啊，
他爸这么多年没儿子，那金片那边拿谁刮谁去呀？我爸爸没儿子，没儿子，我爸爸。哎哎，不，这个节目还能这么演？人票买值了，怎么了？他没儿子，嗯，给人答应了。这还你疯了？有病啊？拿观众没有智商的是吧？叫儿子观众答应，疯了。我怕你答应，就他没儿子，我打哪儿来的呢？厨子。你这话说的，你这事儿你这你有病了你？你看我也我不。看看你给他量回，你给我量。废话，他给我找家呢，这是。你这事儿你问不着我。话是你说的呀，可是。不是你不是你爸爸没儿子，你哪来？你问我，这又不是我犯的错。你问我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这想的太冤枉了，知道吗？这跟我没关系。我知道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爸爸没你之前没你。要不你改回之前那说法吧，好吧？就是你爸爸后来有的你。什么叫后来呀？叫什么叫老来得子？哦，岁数大了有啊，岁数挺大有他。嗯，还有一小名呢。对，叫九一。什么叫九一呀？他爸爸91岁那年有的他。所以叫老来得子吗？爸身体太好。哎呦，真棒。91呀！啊，51。是吧？51，91不行了。名叫什么？五一，小名叫五一。五一，他爸爸91岁，五一劳动节那天有的，所以起名的叫五一。就是，这就是劳动的成果呀。啊，是劳动成果。51岁，他爸51岁，51岁不小了。9月1号。啊，51岁不小了。嗯，多大岁数了？那是。那没有他之前给他爸爸愁的呀。着急呀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是闷闷不乐，仰天长叹。应该是有不了我怎么来呀骂我哈哈哈哈难受啊，心里难受啊，行来吧。哎嘿学会了，想我何缺德。我爸叫何缺德呀，不是这边啊，不叫这个。想我何傻蛋。不好听啊，不是这样。想我，想我河豚，盒饭，盒饭，荷尔蒙，荷尔蒙。你想一个，叫这名字早有孩子了，知道吗？叫何某某。想我何叉叉。哎哎，怎么叉叉呢？某某那书上某某不就是叉叉吗？那书上叉叉也不是好词儿啊。那行什么？就何某人吧。想我何某人，嗯，这一辈子修桥补路，吃斋念佛，最后怎么落到一个乏嗣过后了？没儿子，哪怕来个闺女呢？没有闺女，嗯，来个圆白菜也行啊，哪怕是个京巴呢？你太难为我妈了，藏獒我们也允许。没有，要这孩子。想到这儿，啊，心里一难受，鼻子一酸，哗，怎么了？哭了，这是尿了。怎么尿了？谁哭哗？泪如涌泉，从这泪腺里的哗。这是从前列腺里的。就从这泪窝里边就说打里边滋出来的，还是就说你爸爸哭的厉害，吧嘚吧吧嘚吧啊吧嘚吧嘚，哎啊，你爸爸心里一难受，鼻子一酸，你爸吧嘚吧嘚，你这点别乐行不行？两个眼睛掉了11滴眼泪，俩眼睛掉11个，你爸爸大小眼儿，嘿，真能对着啊，哭了，嗯，你爸爸正哭着呢，正好小丫鬟从门口路过，佣人。扒门缝往里一瞧，哇哦，你们家人今天来的够齐的啊！我们家人全这叫门啊！哟，这老不死的，这是怎么了？什么话？心里话没说出来呀？那你
你可说出来了呀？没有说出来。没说出来，并没有说出来，也没有这么想啊，心里想的哦，但是没说出来。嗯，赶紧到后院禀报安人。安人是谁？是安人，他母亲，我妈，他们家老称呼，他父亲叫员外，他母亲叫安人，这是一套。告诉他母亲之后，他母亲四个丫鬟搀着就过来了。哦，四个丫鬟。哎，哪四个丫鬟呢？谁呀？春梅、腊梅、烟儿梅、硬梅。好丫鬟，妈冒着烟儿出来了。你们家丫鬟不太了解，叫什么？春梅、腊梅，什么什么牡丹、芍药、花春梅、腊梅、牡丹、芍药。哎，啊，听不好听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四个丫鬟，四个丫鬟搀着你母亲就过来了。是啊。为什么要搀着呢？啊，过去这个人呢，讲究这个缠足。哦，裹脚，裹小脚啊。对，过去讲究什么呀？讲究三寸金莲。小啊。嗯，就他母亲那小脚，两寸八。我真小。零一尺九。大头在后头呢，是吧？这大脚不压吗？好家伙，知道为什么搀着了吗？脚太沉呢，太大抬不动腿呀、啊。好，四个丫鬟在两边，一边俩，我给你妈搬这脚，一二走，一二走，你妈中间指挥，一二走，一二走，你一二走，你叔叔姐妹们劈叉了，叔叔。咱就那天劈腿了吗？什么话这是？就是脚大吗？脚没小脚，小脚，对，多小？这差不多这么大，跟海参，嗯，跟没发起那海参差不多。哎，就小脚嘛。小脚给你母亲搀到你父亲跟前儿。哦，一看你父亲跟那儿，吧嗒吧嗒正掉眼泪，这十一滴呢，正掉着十一滴呢。看着你父亲，嗯，得问一问呢。哦，嗯，我说，老袁，什么？那就外呀。别断句了，断句我骂成王八了。那平日里都欢天喜地，今日为何愁眉不展呢？这要大小丫头能给我爸抬死了。你父亲说话，说什么？我说，鹌鹑呐，鹌鹑，鹌人。我爸说错了，我说，鹌人呐。想占便宜。我把你娶进我洞中有多少年了？爸爸是妖怪是吧？妖怪什么叫洞中啊？那应该呢。府，我把你娶进我洞府之中有多少年了？你是给洞装修来的吗？这是啊？哎，不要那个洞，就是府中。府中。对，我把你娶进我不要洞府中有多少年了？这是搬家来的。啊，就只有府就完了。你倒是贱货呀！这还是老袁呀、啊，这个。你母亲想了想，嗯嗯，有三百余年了吧？俩老妖精配对儿。哎呦！我听这笑声有什么可乐的、啊？这是我听他那笑声挺可乐的。三百来年，多少年了？有三十年了。三十余年，嗯，三十余年，你给我生下一儿，没有啊，养下一女也没有，无儿无女我养你何用？就这一句话，直接插你妈肺管子上。这是个比喻，平时丫鬟聊天都避讳这话题、啊，今天你父亲可直说了，你母亲当时就急了。闹猫来了，公公在世说母不生，那婆婆在世说母不养，不生不养，那是你们家德行。别看在你们家没养活，我在娘家当闺女时候没少养活。什么？小花猫？哦，嗨，养动物是吧？不生养，你得拴娃娃。哦。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拴娃娃。什么叫拴娃娃啊？过去的一个老家说家里边没有孩子了，到娘娘庙摔一个泥娃娃，嗯，哎，抱回来，这一供着，这孩子一个一个跟着就来了。哦，你父亲跟你母亲就为了你拜访过几大名山。去哪儿啊？有这个鸭鸡山，哦，五驼山，哦，九华山，是为我呀，花果山，是为猴那是。花果山呀、啊？什么山？啊，京西妙峰山。京西的妙峰山呢？您说清楚了啊！京西妙峰山。妙峰山。妙峰山四月初八开庙门。对。他母亲三月底就开始倒腾。哎，怎么那么早啊？为了抢烧这头一炷香啊。这个灵啊。啊，这灵啊。对。抢烧头一炷，打扮吧。嗯。首先呢，
先洗一洗脚。因为什么呢？过去这个缠足啊，他不老洗脚的，脚都臭。哦，脚有点味儿。我脚不，我脚不。这是我的裹脚布。说了，缠下来搁边上吧，边上。哦。弄一盆水。哦。大铜盆，烧热水，嘎嘎嘎嘎，烧开了啊，往这一放，开始烫脚。烫脚。嗯。烫。这凉的。这点凉的。哦。哦，不行，烫，这凉的还烫。这玩意儿啊，越烫越烫。你把脚插进去忍一会儿就过去了，皮就掉了。皮就掉了。对凉子多对，对好了，烫完脚，哦，再一看这水，嗯，黑那么脏啊，老有个洗呀，啊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洗完了脚，哦，开始洗脸，是换水，换水，哎，啊，这顺序我不管你，你倒换水啊。你知道海藻泥吗？哎，那是海藻的泥，不是海藻泥。先洗脸，先洗脸，后洗脚，然后再漱口。对啊，你乐什么？废话，你还咽了呢。就说这个，应该先洗脸，后洗脚，然后再刷牙。哎，不是，先刷牙，后洗脸，再洗脚，再洗脚。哎，简单的说吧，你母亲洗漱大便完事之后呢，这不白洗了吗？都不是，洗漱打扮完事之后，门口准备好了大二车。什么叫大二车？大二车，现在可能没有。啊，过去那个有钱人家才有的大二车，一马车，就是马车，马车后面拉那马车上面有一棚子，嗯，在电视上都见了。那《还珠格格》呢？大二车准备好了之后，门口人山人海，都挤满了。嚯，就为了看你母亲，那么多人都知道你母亲长得好看，长得漂亮，这么多年没怎么出过门，没见过，今天要过来瞻仰瞻仰。什么叫瞻仰瞻仰？没满人，门分左右，四个丫鬟两边站好了，你母亲出来，往这一站，太漂亮，好看，长得那是如花似玉一般的。漂亮。什么叫如花似玉？嗯，如爆米花似烤山芋一般的。好看，太好看了。就你母亲从门口往马车头里那几步走，嗯，风摆荷叶，雨打芭蕉，说不上的那种万种的骚风情啊。哎呦，我说清楚了好不好？我给您学学，太好看了，还演演啊，风情。干嘛呀？这儿也蛮漂亮的。要给那边看。你回来啊，这走路什么德行？这是这俩脚怎么这样啊？一高一低啊。不是，你妈出门时候崴脚了。怎么那么寸呢？他想玩那 U 型槽啊，从那上边没玩好，该死了，知道吗？就好好走路行不行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忍过那劲儿就行了。来到这马车头里啊，啊，这轿夫一撩这轿帘，你母亲电不灵腰，噌，上去啊，进车了，从这边上去，从那边又下来，窜过去了，使劲大，再走，噌，从这边上去，从那边又下来，继续走。他妈是窜的，他爸爸说赶紧拿火圈让他钻来。去不去啊？长话短说吧，啊，四十分钟过去以后，你母亲一失手，怎么样？掉车上了，就没成功。赶车的师傅一扬鞭，嘚儿驾我和这车一溜烟可就没影了。哦，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到这妙峰山山脚下。到，哦，山底。到这之后干嘛呢？你母亲要求拜香，拜香。什么叫拜香呢？嗯，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，磕头上山。哎，心里虔诚了。嗯，但是身体受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旁边有小丫鬟呢。有丫鬟。丫鬟得劝一劝呢。得拦着点啊，贴身的丫鬟。什么叫贴身丫鬟？一般丫鬟凑不上钱，说不上话。哦，什么叫贴身的丫鬟？跟你母亲从娘家一块来的呀。哎呦，你父亲不在的时候都他伺候着。嗯，一块洗澡，一块睡觉，是一块吃饭。嗯，小丫鬟过来，我说夫人呐，你看
这是丫鬟还是厨子？你先等会儿。哪个丫鬟说话？我说夫人呢？就这样呢？这赶小丫鬟变声期哦，变声倒仓，倒仓，黑小丫鬟倒仓。我说夫人呢？啊，咱们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咱们好，倒仓你解释通了啊。这个是胡子是吧？怎么可能有胡子？你这个人你一点常理知识都不知道。那你这女什么呢？这女同志怎么可能会有胡子呢？那女什么？这胸毛太重了，这是女的，要不挡脸吗？这胸毛都打这儿滋出来了，胸毛太重了，这滋出来了，我该扒扒。别女，我说夫人呐，好，往回塞塞。这拨开云雾见日出嘛，多漂亮！往回塞塞，往回塞。我说夫人呐，咱就细声细远的行不行啊？他来不了啊。这那这样吧，啊，我说夫人呐，你好好说话。你看，咱们坐二人台爬山虎怎么样？哎呀。老娘娘是不会怪罪的。哎呦，你母亲一听也是。嗯，二神台爬山虎，说是迟那是快，给你母亲安排到了禅堂落座。啊，就上去了。上山了。上山之后看出你们家实力。怎么？要求敬山。都叫敬山。什么叫敬山呢？啊，山顶上一个闲杂人等不能有。哎呦，全是你们家人。您听，得花钱呢。那是。也得打发人呢。对。对不对？你爸爸站着站在那院中间撒钱吧。啊，大伙儿拜托了，今天包山，今儿包山，包山啊，今儿我包山，好撒钱，所有的游客呀，所有的上香客呀，拿着钱的人都下山了。嗯，一个是面子，二一个花钱。是，敬山完事之后，嗯，偌大的大巡宝殿之中，就剩下你母亲一个人，您听，和一个老和尚。哎，我已经敬完山，怎么还有一老和尚啊？老和尚怎么了？不要这老和尚，老和尚。你没有老和尚，你干嘛呀？让老和尚出去。老和尚出去，你非留老和尚干嘛？你母亲也说，老和尚出去，出去。小和尚进，还挑呢？不是，你得有一个和尚在，得有人敲磬啊。敲磬啊？啊。那我爸爸不是去，我爸爸敲。你爸爸敲？对呀、啊。老袁进来。老员外。老员外进来。你爸爸，你推门。嗯。夫人换我。夫人换我，王八先生，你好好说话不行吗？两个人跪在老娘家面前，诚心诚意的是上香祷告。你母亲说了，嗯，老娘娘在上，奴家野门鸡士在下。什么话这是？奴家傻门蛋士在下。你妈才傻蛋呢！你这人怎么人身攻击呀？什么叫我妈傻蛋呢？你跟他说别的我都没说什么，知道吗？你这人你讨厌了你。啊、你那你妈叫什么呀？何门周氏。何门周氏啊，老娘娘在上。这算躺枪啊？这因为我妈也是滑雪生的。何门周氏在下啊。愿老娘娘啊，嗯，赐我一肚子子，甩子来了是吧？怎么说的？排版没排对是不是？对了，赐我肚子一子，还一子，赐我一肚子子，那是多春鱼那是，字儿差不多，赐我一肚，赐我肚子一子，赐我肚子一子，多难听啊！这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然后再塑金身。哦，说完了话开始磕头，磕头。妈停坐在哪儿呢？停坐，你爸旁边敲磬呢吗？哦，这和尚来了。说完了话，开始拴娃娃。哦，兜里边掏出一根红线绳。嗯，大拇哥这么憨，拧一扣，这弄一圈，站在庙堂之中，把这圈就抖起来了。走你！套马的汉，你是套汉子还是套泥胎呀？找泥胎呀，找泥胎呀，找泥胎呀，别唱这个，都是那小泥胎呀，嗯，哪哪都是，找吧，好，找吧，老娘娘怀里抱着一个，拴这个，这不成，怎么？真龙天子的命，咱们家驾驭不了，我镇不住，哎，地上有一个，拴这个，这不成，又怎么？太淘不好养，为我好、啊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找在供桌围子底下，哦，一掀这桌围子，看着你了，就是，呀，何九华何老师，老妈跟我这么客气啊？当时
师，你不知道你叫何九华呀？是，但是叫何老师。当时看着你了，哎呀，这孩子长得好看，长得漂亮，水汪汪大眼睛哈，高鼻梁，小瘦脸，多好啊！就是他了，就拴来，拿红线绳勒好了脖子，抱着就往家走。哦，到家摆好了，上好了香。你到家之后不到一个月，你母亲身怀有孕，呵，还真灵啊！不配不行吗？不行啊！不配不行吗？不行啊！老和尚多灵啊！老和尚不是那个老娘娘多灵啊？老娘娘，老娘娘灵啊！啊，对不对？到家之后一看，你妈怀孕了，是你妈那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大，好家伙，自己摸不着自己肚脐眼了，非摸肚脐眼干什么呀？这么大啊？大呀，大就完了，大呀啊！那摸不着自己肚脐眼了，好家伙，四个人坐那边坐仨，这边坐仨，在你妈肚子上打麻将，打麻将。就说多么珍惜你吧啊！高处有东西不敢够，怎么怕把你抻着？呵，低处有东西不敢捡，哦，怕把你窝着。对，就说这么说吧。有口热的不敢喝，为什么？怕把你烫着喝。就想当初他妈放一屁后悔一辈子，为什么呀？你看着屁崩的脑袋，我去。来，谢大伙了啊！我俩还挺逗的啊。怎么了？今天来了之后说演一什么呀？因为没报节目。对。当时先商量的说演一什么吧。啊啊，说咱们演一《大行论》，其实是一周之前就上映演《大行论》啊，演一《大行论》啊，胡定鹏嘛，对吧？啊，胡定鹏。然后结果我俩都对的差不多了，我俩在那对呢，哎呀，这然后结果头场下来，哥，你俩对什么火呢？《大行论》，我们俩刚演完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吧？明天那个。后天吧，那明天咱们演什么呀？明天我们有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。哟，你有什么设计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不来。啊，那你这设计太好了。我们再想一想啊，也跟前边稍微错开一点。对，错开一点，因为临时搭档嘛，所以说不好报节目，我得问看看他呀，还是我呀，我们俩是像这种节目呢。都是传统节目，哎啊，像这种基本上演在台上站了十多年的演员，基本上都会是啊。然后台上这个节目我们俩也没怎么对，就上来了，还演的还挺好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出什么大错，能下去就行。你现在对艺术已经这种要求了吗？主要是跟您搭档，有点含糊的，能下去就行了，挺好。基本上就是。都是传统的节目，是小剧场呢，我们也喜欢演一些传统的节目，有意思。因为传统的节目适合于小剧场，就是面对面演出，对啊，它这个氛围感好。你看所有的观众都来了，买了票来了，干嘛呢？为了讨个开心。为了何九华，为了何九华。不是为了，不是为了看谁啊？对，是为了讨开心。你看何九华不也是开心吗？对吧？你看，哎呀，何九华跟大儿子是多好啊！什么呀？妈妈粉对吧？你说出来就不是妈妈粉了，是吧？就是那种妈妈粉，哎呀，这大儿好，大儿长大了，哎呀，真好，看着开心。这个叫法都像你自己叫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孟鹤堂来的事业粉，哎呀，孟鹤堂好厉害呀，哎呦，你都开心的。看我来都是认儿子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开心，干嘛都是讨开心来的。那可不，也有其他的观众就为了讨一乐啊，看看德云社的相声。对。听德云社的招牌啊啊！德云社到现在到底演出什么样？舞台上现在都什么演员？相声水平什么样？一来，完了就这水平。有的人很失望，那肯定。有人买完票之后，哎呀，真好，好归好，不好归不好。您花钱了，是我们不能让您这票钱白花。那让您亏了。您说您出门跺脚骂街骂谁呀？骂郭德纲。对。你不可能骂着我们小哥俩，是不是？那可不嘛，我们没说错。对，我们不知名不知腕的。对，说的不好，您出门骂德云社，骂郭德纲，听听相声，对不对？骂郭德纲的儿子，骂哪个儿子？你这个话有歧义啊。于四阳，行吧？你听着，于四阳才像郭德纲的儿子，郭小宝。哎，于四阳是个演师啊，所以说呢。我们喜欢呢，在舞台上多说一会儿，得努力。刚才那个节目结束，刚才我们一鞠躬，那个报幕员上来拦我们一下，就那一下那一秒钟，你们的票钱花完了，懂吗？没有了，没钱加了。接下来的不是加钱，
也不用您加钱，接下来就是赠送的。你要这么说，大哥，还得单聊。还许这么聊哈？跟那个还不没有关系，就是后面都是赠送的。对，就像比如说您来听相声来了，我们送您一杯茶水。没有，没有。花钱。啊，花钱都。三里屯啊，这是个屯啊，喝杯水四十，我吃一碗面还58一碗呢，三十，你请，我150块钱我能请几杯？你看，比如就打个比方啊，比方，比如说我送您一个火盆，没有，比方说，不是没有，他们怎么这么认识的？他们不懂打比方，他们就想让人送火盆。就比如说，您来了啊，花了钱了，往这一坐，送您一果盘儿。谁？啊？没有果盘儿，打个比方，懂吗？比方就说我没有果儿，就送您一盘儿。盘儿呢？没有盘儿，送什么呀？就不打比方了。打比方了。我们想送个比方，可能是我们这场是什么呢？就怎么说呢？这场就是赠送的，不用打比方。7:30到现在了，没200人，没有一个舍得花钱买果盘的，没有？没有吗？有果盘啊？有，真有钱好像。下边有一果盘，上面还，哎呦我天，多少钱呢？那没买是没钱吗？400块钱一盘啊，比票钱还贵了。咱出去搓一顿多少钱？哎呀，真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我想明白了，那最挣钱的是人家那个剧场，不是咱演员。那当然了，是不是？当然了。早知道我也上门口卖果盘去了，人家这有投入，对吧？啊，确实有投入，人家这灯泡都照着我们，这是耗电。你想这灯憨不憨？对不对？这个憨不憨？那上面还排一楼呢，这楼得花钱呢。那憨不憨？对不对？您坐在桌椅板凳都租来的，对不对？你天天都花钱呢。这房子这你以为这是贵着呢，月租贵着呢。房租啊，水电小费都是。那服务员不是自己家人，都是租来的，不是那个。什么叫租来的？都是那个都是雇来的。拎来的。那是花钱嘞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这都是成本。我们就是一张破嘴。演员也是花钱请来的。谁花钱请来的？德云社花钱请咱们来演出啊？不是。不是吗？我是主动愿意为德云社效力。我呢，作为队长呢，邀请他来演的出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一场演出呢，不能让您老包袱，哎，不能让您出门骂街，哎，您到这儿来了，哈哈一笑，哎，对身体也好啊，对心情也好，对不对？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哎，食归大肠，水归膀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往我这儿比什么？所以说您心情就好了，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就私底下也有时候就聊。聊一些什么呢？台上能用的一些小故事，小包袱。比如我们不能说就凭一张嘴往这一站，啊，啪啪啪说完了就挣您钱，对，那不厚道，不厚道，骗人的。我们回去啊，也得想点别的骗人的办法，琢磨琢磨心法儿，对，想想心法儿。有的时候想想，哎，这个生活当中的事儿能放在舞台上说，是挺有意思啊。就比方说他吧，嗯。很自然的入进来了哈，比如他，我也习惯了。前段时间，谁跟郭麒麟，嗯，郭麒麟俩人上那个国外去买那个黑科技去了，是买黑科技？黑科技，什么？买眼镜。小伙子嘛，血气方刚的。我买眼镜跟血气方刚有什么关系？他那眼镜黑科技，他跟别的眼镜不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他那个眼镜有一点的那个透视功能。哇哦！你们羡慕什么？就是有一点透视功能。透视眼镜。他买了，买透视眼镜。啊，他买人大林说我不买，买那没意思，没意思。他看不上啊，他说上澡堂多好啊。他可真是最强大脑啊。上澡堂多好，对不对？他带这个，带着回来了。我买回来。哎，天天带着上大街看。好家伙
啊，就我进商场跟进澡堂子一样，都光着。我看谁都光，哦，透视就啊，透到底啊，看谁都光着，透视镜，哎呦，真棒，就爱上这个，值了，不是值，你小伙子嘛，对吧？咱有情可原，对不对？犯点小错误，犯点小错误，就是，对不对？交女朋友嘛，嗯啊，哪儿都知道，就是，不是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就我们俩去上下铺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女朋友啊。在家呢，啊，戴着眼镜，哎，找女朋友吧，啊，一推门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女朋友跟郭麒麟在沙发上坐着，那怎么了？俩人都没穿衣服，哎，哎呀呀呀呀，真是忘了忘了，就是哎，太滑稽了，太滑，戴着眼镜呢，一摘下来，还没穿衣服，当时何九华就生气了，是啊，拿着眼镜。啪就摔了啊！什么破眼镜，把我眼睛都弄坏了。来一个，今天演出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力光临，咱明天下午再见。